我是芝芝，我今年23岁，我现在是在从事微商的工作。我今天是要做鼻雕，然后因为我蛮在意自己的三根，就想要三根再明显一点。我曾经有打过玻尿酸在鼻头的地方，然后2年就消了，然后想说试看看埋线效果会撑比较久。我会知道教主这间诊所是因为我上网查，然后看了蛮多评价，觉得这间评价还不错，所以想来这边试试。我是芝芝，我今年24岁，我手术结束已经过了半年了。我术前的话，我觉得我鼻翼的部分有点大，然后术后就是这边改善很多，就是鼻头整个顺出来，就是侧面拍照还蛮好看的。我家人他们有发现我鼻头比较顺一点，然后想说奇怪，我的鼻子有比较漂亮这样。我做了鼻子埋线之后，我就是比较常接一些拍照啊，像婚纱外拍会更多，就是摄影师都蛮喜欢我的左脸，因为鼻线埋了之后会比较立体一点，整个五官有出来。我会对自己比较自信，所以想说拍多一点照。我一开始刚术后几天洗脸的时候会稍微注意这个位置，就不会那么大力了，因为它会有一个小伤口在这边，然后就会比较轻，然后清洁也会做好，那后面就没什么感觉了。教主我觉得还不错，服务态度很好，然后医生也会一直关心你有没有哪里有问题，不错，然后蛮细心的，所以我蛮推荐教主这间医美，大家都可以去尝试。我觉得女生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啊，所以想变美就趁现在，可以多去尝试，反正还年轻嘛。